everybody. Welcome to my lesson. Today we will learn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painting and Chinese calligraphy. My name is Zhou Guanghao. My English name is Rama. Yes, I am from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Now, let me introduce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calligraphy.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课堂我叫周光浩，是黑龙江大学的一名老师，很高兴呢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了解中国画与中国书法首先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书法。那在了解书法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中国书法所要采用的工具和材料。那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书写的工具首先是毛笔。那中国的毛笔呢是这样的一种笔毛很松软而且能够吸水。然后这个样的毛笔呢，这个是棕色的，我们称之为叫狼毫，是黄鼠狼的毛那么这样的白色的毛笔呢，它是用羊毛，山羊毛制作的那山羊毛的笔呢，含水量比较大那弹性会差一点。那么棕色的笔呢，相反含水量比较小，但是弹性比较好所以两种毛笔分别用在不同的地方一般写毛笔字和画兰花竹子这样的题材呢，会用到狼毫笔画荷花荷叶这样的题材呢，会用到羊毫笔那么我们所用的这个颜料呢，写书法主要是用墨古代呢我们用墨汁用墨块和砚台，今天呢我们用墨汁，就省去了这两种工具的使用方法我们所用的纸呢是这样的纸这是特殊的中国的纸我们中国称之为叫宣纸宣纸的特点呢，它非常的柔软根据需要呢，有吸水的纸和不吸水的纸。我们今天写书法使用的就是吸水的纸，叫生宣。我现在这个纸呢，因为是生宣纸，它会渗水。为了防止渗水呢，我下面垫了这样一个东西，叫毡子叫画毡。然后这个是放毛笔用的笔架然后我会用到这样一个这叫笔洗是涮笔用的这是我的调色盘调色盘呢是画画时候调颜料用的然后画完之后呢中国的画家呢一般呢在画面上会落款落款是用毛笔写汉字，落完款之后呢，一般我们还有印章印章呢盖在画面上，表示这个绘画的结束书法也是这样，完整的书法的作品呢，一定会有落款，也会有盖章盖章呢，我们中国也叫前印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拿笔的姿势和书写的方法。毛笔呢，一般来讲，我们在握笔的时候，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勾住毛笔，中指的手指肚抵住毛笔，然后在两个手指之间放上拇指，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关系那么三个手指头呢，紧紧的握住这个毛笔，然后手掌心是空的能握一个鸡蛋。然后手腕子要灵活叫指实掌虚腕灵活那么书写的时候呢，毛笔笔杆子要垂直于纸面然后我们这个胳膊如果我们是坐着写我们会这样那么这个胳膊呢是水平的手背呢45度角，然后笔杆子是垂直的切记不要这样，不要打猴拳要把它放下来这样。
然后为了保持平衡呢，这边是平的，这边要伏案，哎，形成这样一个效果啊，哎，这样写，哎，是这样的基本的姿势。然后做的时候呢，这个后背啊，尽量是直的啊，叫正襟危坐啊，不要倾斜，哎，这样非常垂直的坐着，这样对脊柱有好处。好，这是拿笔的方法。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汉字书写的规律和要求。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笔画。啊，汉字呢有它独特的结构，也有它独特的这个笔画的书写规律。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最简单的一个笔画——点儿。尽管点儿呢是非常简单的一个笔画，但是也有它的要求。那么点儿的起笔呢是，顺风起笔，哎，然后往下走，然后回风，这样一个书写的方法啊。那么笔尖呢，在笔画当中呢，它形成这样一个规律：一、二、三，回去啊。那汉字的书写呢，特别强调这个笔尖啊，它的位置啊。汉字在中国书法当中呢，把笔尖叫做锋啊，像刀尖一样，或像山尖一样的锋。所以我们把笔尖叫笔锋。那么我们顺着笔落笔往下走，叫顺风起笔，走，然后拉下去，回过来，哎，这一个点就完成了啊。那么这个点呢，要求有回锋。啊，回锋呢也是汉字书法当中，笔画书写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要求。然后我们再说横啊，横的书写呢有两种方式啊，起笔呢有顺风有逆风。那么我们一般横要逆风，然后行笔收笔。这横的要求呢，就要比这个点呢要复杂一些。那么这个横的笔画啊，是这样。书写的时候呢，上面这个轮廓呢要平一点，下面的轮廓呢稍微有点弧线。起笔的时候是逆风，什么是逆风呢？如果我要向这个方向书写的话，我用相反的方向起笔，这样起笔，这样起笔，收笔的时候往回收回来，哎，所以呢，我们这个方形的头呢是通过，向相反的方向走，拉下来，做了一个形之后，我们再把它撑过来，然后略微抬笔，压下去，收笔，形成的这个横，啊。那么在楷书当中呢，这个横啊是稍微倾斜的，啊，楷书的特点是横是稍微倾斜的。那么书写这个横有什么要求呢？我们来简单讲讲书写的要求。基本上写横、写竖、写撇、写捺啊，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笔尖儿啊叫笔锋，那在笔画的中间啊，这个叫中锋啊，它在中间叫中锋。那要保证它是中锋啊，然后走。那它是中锋呢？就是笔画的两边用力是均匀的，那看起来力量的中心呢在中间，啊，这样的笔画呢，我们看起来它非常的有力量，很圆劲，哎，而且随着行笔的过程呢，这个笔画粗细要有变化啊，这叫提按啊，
那我们再来一遍，一、二、三啊，随着来，它慢慢细起来，然后我们再转折，哎，线条呢要有粗细变化啊。那在行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要求，这个要书写的有力量啊，有。那怎样才能达到有力量呢？大家呢努力的把笔尖儿呢。啊，力量呢，传递到纸上，然后像刀尖扎在纸的里面一样扎进去，然后我们有一种把纸划破的一种感觉，把它，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这样一来呢，笔的力量呢会渗透到纸的后面去啊，渗透的效果不一样，就发现纸的。它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黑的地方呢，特别承受力，在慢慢提起来的时候，力量呢会小一点；到收笔的时候，力量又回来，形成这样一种力量的一种渗透的效果。哎，那么这是横啊，那么把横呢，我们竖过来呢，就叫竖啊。所以第二个笔画是竖啊。竖也是一样啊，逆风起笔，然后行笔，然后笔锋收回来，那这个竖啊，它的这个起笔和收笔呢，有很多变化啊。我们说写横的时候啊，有藏锋啊，但是也可以有漏锋，就直接写的啊，有的是漏锋起笔啊。竖呢，也可以直接有。漏锋起笔啊，走。但是呢，有的竖呢，直接呢就是收出尖儿来啊，这个叫悬针竖啊，这个呢叫垂露竖，像有个露珠在下面一样啊。哎，那即使是悬针竖呢，这个用笔的力量到最后呢，依然要传递到最后啊，不能写得非常的漂浮啊。同样，我们写撇啊，这个笔画的时候也是。逆风起笔，这个要把力量呢送到笔尖儿啊，捺也是一样的啊，压住啊，然后侧着，把笔尖儿的力量呢传递到。要把笔上的力量呢传递到这个笔尖最后一个收笔的位置我们再写个大一点啊，是这样，这是基本的笔画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横折，横折呢就是把横与竖啊连接起来。楷书的横折呢是这样，横写完之后，在收笔的位置抬起，停顿，然后接上，这是一个横折大概的基本笔画呢就讲完了同学们听懂了吗？同学们，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汉字的几种字体。首先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这边的这个字体啊，这个是叫篆书啊。篆书呢是中国秦代发明的一种字体是一种标准化的字体那么这个字的特点呢是笔笔都是中锋。它用笔呢比较简单，但是呢，线条呢圆转字体修长非常优美，但是书写起来呢稍微有点难度，第二种字体是中间这个字体这个字体是隶书，隶书呢，相传在秦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呢，隶书呢真正的兴盛呢是在汉代。在东汉时期出现大量的这个隶书的碑文，那么隶书的快写就产生了草书
这边这个字体是草书字体。根据文献记载，在汉代已经出现了楷书啊，但是楷书的真正的成熟呢，是在唐代。哎，这是楷书，楷书呢又称为真书或正书啊，是最为标准化的一个字体。我们今天所通行的字体呢，主要是以楷书为主。楷书书写起来非常的法度非常的森严，有非常多的书写的要求啊。那么书写起来呢，如果想要写得非常的流畅，写得非常的随性呢，那就楷书呢要写得快一点。楷书的快写就形成了行书啊这样的一种字体啊。那么以上给大家介绍的这五种字体呢，是汉字中最常用的啊，最常能见到的这样的一个书写方式。但是呢，比较容易辨识啊，比较这个用的比较多的呢是隶书、楷书和行书。关于汉字的字体呢，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学习楷书。首先教大家写一个“龙”字啊，因为我是黑龙江大学的老师啊，龙呢又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所以"龙"字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龙"字呢是一笔一横一撇一竖弯钩，然后一个长撇和一个点儿组成啊。可以说呢，把我们刚才练过的这个基本的笔画呢包含了很多。我们来把这个笔画呢，我们用到这个字里边，看看如何书写。首先，我们写横儿啊，然后啊，我们写撇，长撇，然后。我们再写竖、弯、钩，然后撇、个点儿，大概书写的方法是这样啊，然后我们分别再详细的讲一讲啊。那么，由于汉字呢是一种方块字，是吧？那么我们把它叠成一个方形。然后我们把这个方形呢，我们叠成一个米字格。我们来看看基本的笔画在米字的什么样的位置，这就更容易了解汉字的这个间架结构。那么我们书写汉字呢，不能把这个字啊写满格啊，稍微的我们留出一个边儿出来啊，这样字与字之间呢就有了间隔。哎，那么写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横啊写到这样一个，我们打了一个心里的框里边啊。我们刚才讲过，楷书的横啊稍微有点倾斜啊。哎，藏锋，倾斜，然后回锋，哎。那么，楷书的这个龙的撇啊居中，藏锋啊，
然后，那么这个撇的位置呢，尽量呢要到这个方框的这边这个边儿。那竖弯钩呢？这个竖呢，也要承接到这个中心这条线啊，然后向这边走。那么下面要宽一点啊，这样呢，避免呢头重脚轻。所以这边这个我们在竖撇之前呢，要把这个竖弯钩的位置找到啊。那么竖弯钩呢，要跟这个撇的它的这个底边啊，几乎是水平的，这样看起来这个字就比较方正啊。然后，竖弯钩啊，调出来之后，龙的这一撇呢，要沿着这个对角线的位置走啊，这样一来呢，这个两个撇的这个位置啊，就会聚到一块儿啊，形成一个非常紧凑的一种视觉效果。然后啊，上面点这个。点儿，这个龙就写完了啊，是这样一个龙字啊。写完龙字之后呢？教大家写一个学习的"学"字。学字呢，我们是也一样啊，在写之前呢，我们先在心理上画一个字的边框，不要超出这个边框啊。然后我们来构架这个字啊。学字呢，可能稍微复杂一点啊。点儿啊，第二个点儿就小一点啊，由大变小，然后写撇啊，再长一点啊，所以形成一个这样一个头儿啊。那么它的秃宝盖儿啊，然后，下面是个"子"字啊，然后是它的长横。然后是它最后的一个收笔啊，学字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再重新写一遍这个学字啊，我们讲讲它的基本的书写的规律啊。同样啊，我们在这个边框里边，我们在心里呢，先画一个框啊，大概不要超出这个框。然后我们构架一下啊，那么为了让这个字呢写得非常的这个协调，
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字里面呢有三个横是吧？一二三，哎，然后三个点儿呢，它整个这个位置呢也形成一个斜横的一种效果是吧？哎，都是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把一二三四啊要写的怎么样？平行啊，关系是平行的啊，总体看起来平行，而且呢，这空白、空白、空白看起来也是匀整的啊，比较均匀是吧？空白，然后这个竖的位置呢，一定在画面的中间啊，这样看起来呢，它就比较周正。哎，所以这个规律掌握好，而且这个竖中间往上走就是这个最小的这个点儿，哎，这样看起来整个这个结构啊是啊，看起来是均衡的。我们再来啊，第一个点儿啊，第二个点儿啊，第三个点儿，横，倾斜，然后。横撇，然后横折撇啊，这个比这个图宝杠要长一点，嗯，然后我们在这儿啊，竖弯钩啊，然后。过回来，然后，那么最后一笔这个横啊是长横啊，它是画面的我们这个字的主笔啊。啊，写可以写的稍微长一点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写的啊，学，这是学习的学啊，希望大家呢，喜欢中国文化。学好汉字。下面呢，教大家写一个字啊，朋友的友，友谊的友。首先，写一横，然后。再写撇，然后再写个又，哎。这是朋友的友。那我们再讲一下它的书写规律。照例呢，我们在这个方框之内，我们做一个啊心理的这样一个框啊，这个字呢不要超出这个边框。然后啊，我们写横啊，凡是跟横啊相关的呢，我们都把它尽量给它设计的怎么样？平行一点啊，略微倾斜。嗯，那个长横，然后撇，我们把这个撇尽量撇到，对角线这个位置啊，也就是说，它指向这个，方框的啊这个边儿。这个角的位置啊，然后横折啊，它呢往里收啊，不要超出这个横外边去啊，然后它收住之后啊，撇向啊，它也指向这个位置哈，
那儿呢，我们从这儿啊下来之后，走，压住，哎，然后平出，哎，把这个那儿啊，我们把它纳出去，哎。这就是朋友的友，友谊的友啊！希望我们通过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结下美好的友谊。下面这个环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画。中国画呢，和中国书法一样，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中国画呢，由于它工具材料的独特性，以及表现方法的独特性，而且还有它所包含的中国人的情怀的独特性，所以它呈现出非常独特的一种艺术样貌。中国画的绘画工具呢，和书法一样，也都是用毛笔、墨汁然后用宣纸等材料来完成。唯一呢与书法不同的呢，它是有中国画颜料由于书法的工具和绘画的材料是同样的工具，所以呢，书法的很多的书写规则呢，也会借鉴到国画当中来，形成一种书画同源的一种艺术特点。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画的题材中国画的题材呢，有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花鸟画当中的写意花鸟画。首先呢，教大家画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题材小鸡雏。小鸡雏呢就是鸡宝宝刚从蛋壳里出生不久的小鸡。我们用毛笔来画的时候呢，小鸡呢头部和两个翅膀呢，我们用浓墨来画。我们蘸一笔浓墨然后找这个调色盘，我们把它铺开铺开之后我们来画小鸡的头把头呢画成一个椭圆形，哎，翅膀呢和头挨着，也画成一个椭圆形，平的再画一个椭圆形稍微立起来，是远处的翅膀，所以一个头，两个翅膀。画完之后呢，我们把笔涮掉。涮掉之后我们用调一个比较淡的墨那么在头部笔头呢向里边一点，与头部呢有距离，然后我们画一个它的肚子，倾斜线、水平线，再倾斜。哎，形成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最后这个倾斜的，这是个鸡腿儿，鸡腿呢不要超过这翅膀的位置。那么在翅膀偏里的位置，我们来画一个鸡屁股画完鸡屁股之后呢，我们把水分荡掉。水分荡掉之后，哎，我们蘸浓墨。蘸浓墨呢，我们画小鸡的眼睛，在这个头部的中间的位置画它眼睛，然后在这个头与我们这个脖子这个中间的位置我们画它的嘴巴，然后在大腿的位置呢，我们往下接一个小腿儿，哎，小腿儿呢跟大腿啊。它形成个角度不是垂直的，是倾斜的倾斜的线条。然后画最长的脚趾、两边的脚趾和后面的脚趾。然后我们再画远处的那个腿，一、二、三，哎。那么为了使这个小鸡儿我们画的更清晰呢。我们先画一个示意图来了解小鸡的结构。小鸡的头呢，我们这个方向略微倾斜这头，它的第一个翅膀水平的，
啊，第二个翅膀怎么样？略微倾斜。啊，那么第二个翅膀尽量比第一个翅膀稍微长一点啊，我们这画一条线啊。那么小鸡的脖子啊、胸和肚子这个位置呢，我们要比这个头部啊往里来一点，哎，在这样的位置起笔，而且呢要与它怎么样啊，与头部有距离啊，在这个位置倾斜线，一二三。画到这个程度，哎，然后画这个鸡屁股，鸡屁股的位置呢，要比这个翅膀往里收一点，在这样的位置，哎，画鸡屁股，然后画鸡腿儿啊，鸡腿儿和这个那鸡的这个眼睛啊，眼睛的位置在头部中间的位置啊，哎，这画的这个眼睛，嘴巴呢？啊，大家要注意哈，啊，嘴的这个方向呢，与这个头部的这个方向啊，它交成一个交角啊，这边这个位置啊，这样啊，这样倾斜，然后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比较难啊，那么大腿的方向和小腿的方向应该是怎么样对称的啊？尽量是对称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位置啊，收住，然后我们画。啊，哎，这样，然后这样一条腿儿啊，那么这边一、二、三，同样也是这样哈，啊，形成这样一个角度，哎，那么用这样的方法呢，我们再来画一遍，第一笔，嗯。啊，画头啊，略微倾斜啊，大家参照这个示意图略微倾斜。第二笔水平的，哎，第三笔呢也略微倾斜啊，比第二笔要稍微长一点啊，要长一点啊。然后我们把笔涮掉。啊，删掉之后呢，我们调淡墨。那么这一笔呢，要比这个头部啊往里一点，而且与头部保持有个距离，倾斜、水平、再倾斜。然后下一笔，我们画它的屁股，也要比这个翅膀的位置啊稍微往里一点哈，哎。画完之后呢，把笔当杆。单杆之后，啊，我们画眼睛，眼睛在头部中间的位置，哈，啊，头部中间的位置。然后我们再画它的嘴巴，嘴巴呢与头部这个中线呢形成一个交角，哈，不要太长。然后，比较难的是这个腿，是吧？啊，腿呢倾斜啊，与这个弯度这个位置啊，我们找好，然后画一个。中锋啊，这样一个腿，然后先画最长的脚趾啊，再画两边的脚趾啊，再画这个后面的脚趾啊。当然呢，我们可以画一个，把这个腿画到后面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啊。那这样一个小鸡儿啊，就完成了啊，一个小鸡雏啊。然后啊，我们再画一个奔跑的小鸡啊，奔跑的小鸡呢，跟它的前面的步骤都差不多哈，也是，我们再来一遍啊，一个头，两个翅膀啊，这个翅膀稍长一点啊，然后身子。啊，方法都一样啊，然后眼睛，嘴巴，
那么这条腿呢，向前伸啊。那么奔跑的姿势呢，主要是在后腿啊。我们把后腿啊，我们画成这样啊，一个勾啊，然后再画一个，这样它形成一个奔跑的效果啊。对，大家看一眼，就这样的方法。好，小鸡呢，我们就画完了。那么下面呢，教大家画一个非常常见的国画题材是兰花啊。兰花在中国文化当中呢，有非常美好的寓意啊。兰花代表了，在逆境当中，人也保持了自己的节操，人也自我尊重啊，不沉沦，不自怨自艾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品格啊。兰花呢，我们用中国传统国画当中的两个颜料来调它的叶子颜色，一个是花青啊，一个是藤黄啊，这两个颜色呢能调出绿色来。但是中国人觉得呀，颜色要沉稳，所以太鲜艳了不好。我们在这里稍微加点墨啊，让这颜色变得更加沉稳一点啊。那画叶子呢？有一种规律性的一种组合方式啊，叫一笔立，二笔交，三笔破凤眼。那么画兰花的叶子呢，从根部向梢部开始画啊。第一笔啊，根部开始啊，中锋起笔啊，逐渐把笔压实，然后收起啊。第一笔叫立啊，先画出一片叶子。第二片叶子呢，要与它交。啊，也就是交叉，从根部开始交叠啊，然后画到叶子中间的位置再交叠，形成一个狭长的啊，一个狭长的一个空间啊，这叫交啊。那么狭长的这个空间呢，像中国古代的凤凰的眼睛啊，我们把这个眼睛给它破掉，叫破凤眼。一笔立，二笔交，三笔破啊。那么三条线呢，也把它画得非常富于变化。然后我们再来一遍啊，一组啊，一笔立，二笔交啊，三笔破凤眼啊。剩下的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随便添几笔啊，让它画面丰富就可以了。画完之后呢，我们来画花啊。兰花呢，有蓝色、绿色、紫色啊，很多种颜色。我们这里既然画了绿色的叶子呢，我们就画一个紫色的兰花啊。那兰花呢，可以画在很多的位置。那么兰花分很多种，我现在画的是春兰。春兰呢，一个梗只开一朵花。最多开两朵花，那么这样的兰花呢，它比叶子要矮一点啊，在叶子中间的位置啊，我们可以在这儿画啊，也是一笔立，二笔交，三笔破，然后再扶住啊，这是兰花。画完之后啊，我们画花梗啊，也就是兰花啊。它没有长在叶子上哈，它是单独长，有个花梗啊，长在这儿。画完花梗之后呢，我们用浓墨画它的花蕊，一、二、三，啊，一个兰花就画完了啊。那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样的一朵兰花啊。那给大家呢，再进行一遍展示啊。画兰花呢，叶子是比较难的哈。我们来画，再来一遍叶子的演示。啊，第一笔是立啊，从根部向梢部，稍微有点速度啊。
走。啊，稍微点速度呢，就可以使叶子画的，比较的这个帅气啊。画兰花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一定要非常的美好啊。古人讲，喜写兰啊，心情愉快的时候画兰花啊，啊，很舒展，每片叶子都昂扬起来哈，舒展开啊。然后，当然我们这个叶子呢，可以向这边破啊，一比立，二比交，三比破啊。叶子尽量画的长一点啊，然后再来一组一比立，二比交啊，三比破啊，啊，所以呢，叶子的组合呢，可以很自由，但是呢，长长短短要有错落的美感。然后我们再补两片叶子哈。那么有一个要求啊，有个要求呢，就是画叶子的时候呢，三笔呢不要都交在一个点上啊，画两笔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太平行啊，有这样的要求。好，我们把这个墨啊，把这个叶子颜色啊，我们把它涮掉，我们调花的颜色啊。那我们在这儿啊，画一朵花啊，一比立，二比交啊，三比破，哎，然后再加两笔啊。那么画花瓣呢，一共是五笔啊。五笔画完之后啊，我们可以先画花蕊啊。花蕊是用浓墨来画啊。啊，中间画一笔，两边各画一笔哈。然后我们再画衔接花的花梗。哎，一朵兰花呢就画完了。那中国画呢，如果想把它画得很完整呢，画完画之后呢，我们要。提款儿啊，款儿呢，也就是最简单的款儿呢是作者的姓名啊。如果复杂的款儿呢，可以写这个创作的年月日啊，也可以写呢创作于什么地方啊，甚至可以写这幅画可能是送给某人的啊，这个叫款儿啊。我现在呢在画面落一个最简单的款儿啊，叫穷款儿啊，就只写我的名字。我叫周光浩啊，然后我落了一个特别穷的款儿哈，姓我都省略了，就落了我的名字啊，光浩。然后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啊，就是要前印啊，也是盖章。这个章上面是我的名字啊，所以这代表了盖了章之后就代表。一种信誉，告诉别人这个画是我画的啊，所以这个印章呢也叫印信，有信誉保证的意思啊。那这是印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章呢在上面打啊，轻轻的打啊，让这个印泥上的这个印泥呢均匀的啊蘸到了这个印章上，然后。那通常呢，这个印章啊，有一个面是有文字的啊。这个有文字这个面呢，是和手上的虎口啊是相反的啊，也就是说这面有文字，那它的背面就对着虎口。那这个位置呢，通常是翻过来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字是正的。所以如果我们按这样的方法来盖章的话呢，这个字呢就不会方向不会错啊。哎，这章就盖上了。那么盖完章之后呢，这个盖章啊，就好比是写文章，写完之后最后落上一个句号，哎，这个画啊就算真正完成了。如果一幅画如果章没盖呢，这画好像还没有完成，啊，没有结束。那一幅兰花完成了，
啊，那我把这个兰花呢也送给各位同学们啊，祝大家呢像兰花一样啊，坚强不屈啊，在学习道路上呢一直稳步前进啊，谢谢大家，今天的课呢就到这里。